好，这个我们交叉的部分哈，看到这边就是说你要看它的焦点哈，水平跟直立的焦点，它连起来不垂直，我的主基线当然它就不是真正有所谓的焦点了哈。好，告诉我这是什么？平行相交还是交叉？这边平行，这边有一个点，所以这是怎么样？相交是有焦点了 啊，交叉就是没焦点。这个焦点吗？有没有平行？没有啊。因为这个是基本上这两条都负斜线啊，那负斜线它两个投影面没有平行，当然就不平行了啊。好，那如果不平行，到底是相交还是交叉？那你看这边有个焦点，你把它拉下来，它其实有两个点啊，所以它其实只是交叉，它并没有真正相交在一点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好，那刚才我们看的是平行或者是相交或交叉。那接下来看一个垂直的概念哈，那垂直的概念其实也蛮特别的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正投影啊，正投影，所以我们要判断两个直线，当然这两条直线有可能是相交垂直或是交叉垂直的。那所谓的相交垂直就是相交在一个点，然后它是垂直的。那交叉垂直呢，就是它是没有交点，但它还是垂直的。啊，所以都 either way 都 OK 了哈，所以我们重点是要谈这个所谓的垂直的概念啊，两条直线垂直的概念。那两条直线垂直呢？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正投影啊，那如果这两条直线是垂直的，但是这两条直线又是负斜线，好，负斜线就是特殊的直线嘛啊，啊不是特殊啊，是不特殊的直线，就是一般的直线哈，负斜线就是一般的直线。如果这两条直线是一般的直线，那但是它是垂直，它在空间中是垂直的概念的话，那它的投影图看得出来吗？你想想看哦，如果你们拿一个三角板拿起来，然后你给它随便摆一个位置，你从上面往下看，它那个直角还是直角吗？应该变形了嘛，所以它就不会是直角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两个负斜线的垂直关系，它又不是特殊的直线。好，那这样的话，这两条直线即便是空间中是垂直，但是它的垂直的这个90度的概念是在你的两个投影图或三个投影图是看不出来的，啊，是看不出来的。好，那看不出来，当然我们就没办法处理它了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这两条直线不管是相交垂直或交叉垂直，其中只要有一条直线啊，只要有一条直线它是特殊的直线，那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意思就是平行了啊，平行的概念。如果假设有一条直线是平行某一个投影面，所以它是所谓的单斜线啊，或者是叫斜线的概念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另外一条直线跟这条特殊的直线是垂直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在那个平行的投影面上，这个两个直线的投影就会垂直哦，懂不懂意思？好，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好了。BC 啊是一条特殊的直线，它是平行什么？它是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啊，所以它是叫水平线嘛，啊 ，BC 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所以它叫水平线。那今天我一条直线 AB， 那当然这个是相交垂直哈，交在 B 点。那 A 跟 B 跟它是垂直的关系啊，跟它垂直的关系。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你的 BC 是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所以它的在水平投影面的投影图就会呈现90度。这样可以想象得出来吗？你今天随便拿一支笔，假设你的这个桌子是水平投影面，那这条直线是平行我的水平投影面，对不对？那我有一条直线跟它相交，那我今天不管这条线跟它怎么样的相交垂直，就是你跟它绕360度，你从这样往下看，它是垂直，这样子也是垂直，这样也是垂直，这样也是垂直啊。这样去比看看呢、啊，就是说，或者是说，你想想看，它就是一张纸嘛。这条线是跟我的水平投影面平行啊，那我这张纸是跟它垂直的，那这张纸跟它垂直，所以代表这张纸上面的所有的直线跟这条线就垂直嘛。那你再往上看，从上往下看会怎么样？它的投影图在水平投影面也都垂直啊，好不好？所以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所以利用这个特殊关系哈、啊，就是说只要。今天我们谈的是两条直线嘛，那两条直线的垂直关系，就是说只要有一条是特殊的直线，是单斜线或斜线的话，
那在这个跟它平行的那个投影面上，就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垂直的概念啊。所以待会儿我们就利用这个概念去讨论很多啊，也没有很多啦，就讨论一些有关投影图的概念啊，那个垂直投影的概念。好，所以像那好，那我们这个是立体图了哈，那我们看它的这个投影图。BC 因为是所谓的我们说过它是水平线啊，好，所以我们说上礼拜谈的水平线的特性是什么？水平线的特性是它的直立投影平行主基线哦，这个要记住嘛。水平线的特性是它的直立投影是平行我的主基线，那它的反而真正跟它平行的那个投影面呢，它的直线就任意的啊，就是歪斜的。好，那AB 跟它垂直，好，所以你的 AB 跟它垂直，所以基本上你这个 A 的水平投影呢的这个 AH 到 BH 这条直线呢，就会跟我的什么 BH 跟 CH 就会得到一个90度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原理，现在如果在投影图就是变成这样。那至于 A super B 当然就无所谓了哈，反正因为 BC 是水平线，但你的 AB 可能就是一个负斜线啊，它可能是任意的直线啊，可能是任意的直线，所以它是负斜线。但是因为 AB 跟 BC 是垂直，然后 BC 又是水平线，所以我们可以至少确定是在水平投影面这边，它的 A 跟 B 啊 ，A 跟 B 的这个水平投影会跟我的 B 跟 C 的水平投影至少一定是维持是90度的关系。那至于直立投影就随 whatever。但是 B 跟 C， 那 BC 因为是水平投影啊，平行水平投影面，所以它的这个直立投影一定会平行主基线啊，所以一定会这个结果产生，对不对？好，这是一个两条直线，它如果是垂直的话啊，那其中有一条直线是特殊的所谓的斜线或单斜线的话，那这个投影面啊，我们会利用这个特性，就是它在平行的那个投影面上会得到一个垂直的关系啊，来做一些推理。好，这个给你一条直线了哈，这条直线你要求这条直线，然后还给你一个点叫 A 点，那你要求空间中一个点到一条直线的距离啊，那怎么做啊？那当然这个都是设计好的了哈。你看这条直线是什么线？这边必须先说一下哈，这是第三象限投影，所以它水平投影在上啊，水平投影在上，直立投影在下，所以这个是 H 面，这个是 vertical， 所以这是第三象限投影。好，那不管怎么样，你看它的水平投影是怎么样？水平投影是平行主基线，直立投影是任意的了哈。那 AH 在这里 ，A super B 在这里。好，所以基本上这个线是什么线？水平投影平行主基线，所以是什么样的斜线？叫做前平线啊，跟直立投影面平行叫前平线嘛啊，跟直立投影面平行叫前平线。好，那现在所以代表这条线是跟什么？跟直立投影面是平行。那我现在要从 A 点做一条直线跟它垂直，我才能够，因为点到直线的距离就是点到直线的什么？你要做你空间中一个点，你跟这条直线你要算它的距离。你就是从这个点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嘛，所以重点就是你要去抓那条什么垂直的线嘛，那条线这条这从这个点拉一条直线跟这条另外一条已知直线垂直，那个拉出来的那条直线的时长就是你的什么点到直线的距离了。好，所以重点就是我要从 A 点拉一条直线跟这个已知的这条直线垂直，那正好很凑巧的是这条直线又是前平线。啊，又是前平线，所以前平线是平行直立投影面，所以我要怎么做这条？做从 A 点到这个已知直线的垂直的线段，这个图都已经画出来了，这就这么简单了。因为你从 A 点有没有？因为它是前平线，所以我们说过，你从 A 点要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嘛，所以我们要先找到。A 这条直线上的垂足有没有？就是从这个点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的那个垂足啊。那怎么拉？就是因为它是前平线，所以它的垂直关系是呈现在什么？呈现在直立投影面上，有没有？这有点稍微要再进一步去推想哈、啊，去推论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问题是要问点到直线的距离，但其实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要从这个点拉一条直线跟这条已知的直线垂直嘛，
所以重点是拉垂直线嘛。那拉垂直线就代表我从 A 点要拉一条直线跟它什么，跟这个已知的直线相交垂直啊，要产生一个交点垂直。那回到刚才说过，两条空间中两条直线要相交垂直或交叉垂直也好，它唯一能够呈现垂直的是在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已知的是一个特殊的直线嘛，特殊的所谓的单斜线，而且是所谓的前平线，所以这条直线已知的直线是平行直立头里面。那所以我要从 A 点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这个垂直的直线的关系，好，就这两条线的垂直的直线的关系，只能够呈现在哪里？呈现在它平行的那个投影面 ，which is 直立投影面。动一动脑啊，动一动脑，想一下，你从这很简单，这个就是以前国中也许学过的很简单的几何。你从一个点要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啊，你要从这个点要找点到线的距离，有没有？点到线的距离，点到线的距离不就是要抓一条垂线的吗？那这条垂线你要算它距离，当然你要先一定是相交垂直嘛，你要抓到一个垂足啊。垂足知道吗？垂足知道吗？哈，好啊。那所以代表说我今天从已知的点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啊，但是这个已知的直线是什么？是前平线啊。所以这条前平线跟我今天要额外做的这条直线基本上是垂直的关系嘛，这样我才能够去抓什么这条直线。那这条直线因为跟它垂直，所以你才能够算这条直线的距离。这条直线的时长就是它的什么点到直线的实际的距离嘛。所以虽然是在做点到直线的距离，但其实就是在做两条直线垂直的感觉的一个投影的图嘛。好，所以呢，我从 A 点这边，而且是要从 A 的 Super V 这边拉一条直线，跟它的这条已知直线的直立投影，这个是垂直啊、哦，这个是垂直的。为什么这边你可以确定它垂直？因为我们刚说过。点到直线的距离就是点到这个点，点到已知直线的另外一条直线，这条直线是要跟它垂直嘛？那因为这条直线是直立投影，是前平线，所以它是垂直，它是平行直立投影面，所以它的垂直是反，它的唯一的垂直关系只能够反映在什么？反映在直立投影面上，所以我就从 A 的 Super V 做一条直线垂直这条已知直线的哈，所以这条已知直线的直立投影。所以这是垂直的关系哦，哈，这是垂直的关系。好，那这样的话，你这样画过去以后，得到这个点，这个点就是你的垂足啊，这个点就是你的垂足啊，垂足，而且是它的直立投影啊，点的那个垂足的直立投影。那既然知道它的垂足的直立投影，那对应它的什么水平投影，就直接拉条线上去，这个就是它的水平投影。然后这两条线再把它连起来，啊，这两个点连起来，所以得到的 AK 啊水平投影。AK 的直立投影，这个 AK 就代表是什么？这条 AK 就代表是跟我的已知的这条 L 直线是什么？是垂直的关系，而且是相交垂直在 K 点。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就是把刚才的步骤再稍微延伸一下，刚才的那个什么，刚才的这个概念再稍微延伸而已啊。这有没有问题啊？这里，这个之后还会用到哈。特殊的直线，看得很难懂吗？啊，以各位天纵英才的这种，刚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好，刚才就假设我 A 点，我要从 A 点拉一条直线，我从 A 点要找 A 点到 BC 的距离啊 ，A 点到 BC 的距离就是从 A 点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嘛，就这样而已啊。只不过那刚才的那个已知的直线是前平线，现在这个已知的直线是水平线，就这样而已。好。那从 A 点要拉一条直线，你要从 A 点去算 A 点到 BC 的距离，就是类似 A 点到 BC 的什么垂直，要拉一条垂线，然后去算这条垂线的实际长度就可以了嘛。好，所以的做法就这样了啊。从 A， 那你要从水平，因为这个是前，这今天这条线是前平线，不是水平线的哈，所以你要从直立投影拉一条直线跟它垂直啊。垂直完得到的垂足再拉上去，这个得到它的什么垂足的这个水平投影，那这样连起来，所以得到的 AK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就是它从 A 点一条直线去跟我已知的前平线垂直。好，那 AK 知道之后呢 ，AK 看起来是什么线？从它的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你看出来 AK 应该是最普通的线，就是复斜线嘛。
好，所以但是我要知道 AK 的时长，为什么？因为 AK 的时长才是代表我真正的距离嘛，点到直线真正的距离。所以接下来你就去算，用利用直角三角形法去把 AK 的时长算出来就好了。所以这边画的这个直角三角形就是去量它的 delta x 啊，然后去做直角三角形，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时长，然后 AK 的时长，那 AK 的时长就代表什么？点 A 到这个前平线的直，所以把我们上礼拜学的东西全部就串在一起了。哦，所以就有人好，因为你上礼拜没有来啊，所以很多东西就哇听不懂了啊。好，所以回去要我们那个讲义都放在网大上哈，回去再看一看，有问题再来问啊。不然到这边为什么要画这个图？为什么画一个直角三角形啊？这个就是上礼拜谈的那个直角三角形法，去算负斜线的时长啊。好，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延伸到这个什么？两条平行线的距离。两条平行线的距离，有时候你之前你们也有学长姐在说，两条平行线距离很简单啦、啊，我就直接把这边量它的距离，这个就是它的距离啦。有那么简单吗？啊？代志不是戆人想遐简单嘛，对吧？你们都不是戆人嘛，对不对？所以不是那么简单。这两条是什么线？这个又回到第一象限投影了哈、哦，所以直立投影在上，水平投影在下。这是什么线？也是这也是两条很特殊的直线啊，水平，这是水平线啊、哦，这是水平线，所以它的直立投影平行主基线啊、哦，这是水平线。那这两条水平线基本上是平行的啊。哦所以它反正两水平线，它的直立投影是平行主基线，所以一定会平行啊。但是重点是要看它的水平投影有没有平行啊，所以它水平投影是平行的观念。好，那两条水平线就是平行水平投影面哦。那你要算它的距离啊、哦？那你说那很简单了、啊，我就把这边量它的直立距离就好了嘛？当然不是啊，因为你的水平线有可能有高有低嘛，有高有低，你的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根本都看不出来它实际的距离啊。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怎么做？其实两条平行线的距离的做法，我们就模仿刚才点到直线的距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两条平行线的距离就是因为是平行线嘛，所以你就随便另外一条直线找一个点去算那个点到直线的距离就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跟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在啊，像他这边做法就是说。我从这个从 AB 直线的、啊、哈，找一个端点啊，找 B 这个点，从 B 这个点呢，当成是刚才这边这个点，去拉一条直线，去垂直另外一条直线嘛。那因为今天是水平线，对不对？今天是水平线，就相当于你从 AB 找一个点去找，当你今天找 B 点啊，这边课本这边是找 B 点，你要不要找 A 点也可以，你要中间随便找一个点可不可以？都可以啊，你就是 AB 随便找一个点。然后从这个点去做一条直线，跟它垂直，跟 CD 垂直嘛，然后去找它的垂直距离，然后那个距离得到结果就是两条平行线的垂直距离啊，啊，就是两条平行线的距离是一样的意思嘛？两条平行线的距离，我今天是不是可以随便弄一个点去找它跟它垂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平行线的距离的意思就跟点到直线的距离是类似的概念啊，所以。我就找 B 点好了哈、哦，那从 B 点，因为今天是水平线，所以它的垂直的概念是可以呈现在哪里？呈现在水平投影。所以这边从 B 的 Super H 扎一条直线跟 CD 这条水平投影，啊、哦，这边是垂直的哈、哦，然后得到的这个点，这个就是它的垂足了哈、哦。所以从这个垂足再拉上去，得到对应 CD 的直立投影，得到这个垂足的直立投影。好，那这样的话得到的 B1 这个 B1 就代表什么？代表它的这个平行线的实际距离的那个的那条线哈、哦，那条垂直线。那垂直线，那接下来要做它的时长，一样用直角三角形法。所以这边画的直角三角形，算出来它的 B1 的时长。好、哦，这个时长就代表两条平行线的实际的距离了。啊、哦，所以这个题目跟这个题目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哈、哦，一模一样，只不过稍微。你们再花一点心思去想一下就知道了，那做法是一模一样，但是基本的原理都是什么？基本的原理都是两条直线垂直，当有一条直线是特殊直线的时候，那个概念。所以为什么都要从前平线就要从直立投影面去拉一条垂直的
水平线就要从水平投影面这边一个点去拉，跟它另外一条直线垂直的啊、哦，这个概念都是这样来的啊、哦，所以这是垂直的部分。好，那这题又更稍微又更复杂一点啊、哦，这题又稍微更复杂，但还是在讲垂直的概念。这边是在做两条交叉的直线，交叉就是没有交点的哈、哦，那要做它的公垂线啊、哦，公垂线知道什么意思吗？公垂线上面数，公垂线。对，同时垂直两条直线的线叫公垂线嘛。好，那只不过当然这两条直线，今天给你的这两条直线，其中有一条很特别啊、哦，其中有一条很特别。我们看立体图 ，AB 这条直线是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所以 AB 这条直线叫正垂线啊、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直线。所以 AB 是正垂线，那但是 CD 呢，就是 AB 这两条直线是交叉了哈。哦，其中 AB 是正垂线，那 CD 是负斜线啊 ，CD 是负斜线。那我要找一条直线跟它，跟两条直线都垂直，这叫公垂嘛，对不对？那这个很简单的推理的。好，那我们先从立体图来看了哈，因为你从投影图你很难想象，你看这个立体图转到这个投影图来，我的 CD 是负斜线，当然就是任意的负斜线嘛。那因为你的 AB 今天是一个正垂线，而且它是垂直水平投影面，所以它在水平投影点就变成是一个什么端视图啊？所以它的所有的点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直立投影呢是垂直什么？垂直主基线啊？所以这个，那你投影图当然你要怎么画，这时候再搞不清楚。所以你在思考这些逻辑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立体图去做一些逻辑推理啊，会比较清楚一点。好，公垂线刚说过是垂直两条直线。那因为你的 AB 是正垂线，啊，是正垂线，是垂直水平投影面，所以你这个条，假设我们这边有一条公垂线叫 EF 好了，那这条 EF 既然跟 AB 垂直，所以 EF 又是一条很特殊的直线，什么直线 ？AB 是正垂线 ，EF 又跟它垂直，所以 EF 也是一条很特殊的直线，水平线，是不是 ？EF 是水平线了、啊。好，那 EF 是水平线，好，因为 EF 今天垂直 AB， 所以 EF 是水平线。好 ，EF 是水平线，然后 CD 是负斜线，然后所以变成现在我们现在来讨论是 EF 这条公垂线跟我的 CD 这条负斜线是垂直的关系吗？因为公垂嘛，公垂，所以它跟 CD 也是垂直啊。好，那因为您知道 EF 是水平线啊，水平线是平行水平投影啊，所以这条公垂线跟我的 CD 的垂直的关系会呈现在哪里？呈现在哪一个投影面上？呈现在水平投影面上，好不好？所以这样一步一步去往后推，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利用它的水平投影啊？为什么？因为 EF 这条直线啊 ，EF 这条直线的一个端点，它的水平的端点正好是落在什么？落在这个端视图上啊，落在这个端视图上。所以从这个一的 Super H 这个点，这个端视图上。那因为我们知道 EF 是水平线嘛，那 EF 跟 CD 垂直，所以 EF 跟 CD 的水平投影这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垂直的关系嘛。根据刚才说过的、啊、EF 是水平线，所以你的 EF 跟你的 CD 的水平投影这个一定是什么？垂直的关系啊。好，所以从这样的推论知道之后，你再拉到这边来看，拉到投影图来画就很清楚了。所以已知是这条线，这个端视图，然后这个负斜线。那我现在从这个端视图这个点啊，因为端视图这个点就包含了我的什么一的 super h 这个点，因为它是重影点啊，因为它是正垂线嘛，所以它的重影点就跑在这里了。那从这个点，因为它是在水平投影，那我们说过 EF 是水平线，所以它的 EF 跟 CD 的垂直关系是呈现在水平投影，所以我从这个端视图这个点拉一条直线跟我的 CHDH 这条直线垂直啊，去跟它垂直，所以得到这个点就是它的垂足了哈 ，F。那这个 F 知道之后再往上拉，得到它的什么 F 的对应的直立投影。好，那这样的话，我现在就知道一的水平投影点，也知道 F 的水平投影点，那拉上去就知道 F 的直立投影点。那我还要知道我一的什么一的直立投影点啊？那一的直立投影点怎么画？因为你的 EF 刚说过啊，是什么图？是什么线？水平线。水平线的特点是在直立投影会平行主基线，所以我就从 F 这个点
拉一条平行主基线的线过去，跟我的 AB 相交，得到这个点，就是你的 E 的 super B 了。那这样你就可以得到 EF 的直立投影跟 EF 的水平投影。好，那这个 EF 就是它的工垂线。那它的时长呢？因为 EF 是水平线啊，所以你今天就不用指甲三角形法了，你的时长就直接表现在你的直立投水平投影上了，所以这样就画出来了，好不好？所以这是一步一步去做一些空间推理的概念去推出来的，有点难啊，但是应该还可以接受了啊，就是你慢慢去想，应该可以想得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我们刚才有看过了哈，就是两个交叉，就是没有交点的哈，直线它的，刚应该说叫可见性了哈，可见性就是说谁会遮住谁了哈，谁会先看到谁这样的意思哈，其实这是比较粗一点的图来看它了哈，这个是另外一本课本的例子，那我们刚才其实有看到类似的 AB 跟 CD 了哈，那它得到的。这个当然，他把它画的好像像水管一样粗，但是我们的线其实是很细的，对不对啊？所以 anyway， 他稍微夸张一下。那这边是他的直立跟水平投影啊。那你可以看出来，他这边有一个重影点，这边有一个重影点。那我们先这个所谓的第一角法就第一象限了哈。那我们要先看看说，好，那我从他的水平投影点哈，我来看看他的这个可见性，就是说谁遮住谁。那跟刚才的概念一样，有没有？它从它的水平投影的这个重影点拉上去对应，它其实有两个点，对不对？啊，产生两个点。那这两个点，从这两个点，我其实可以去判断什么？去判断谁遮住谁嘛。那从直立投影这边来看，显然 CD 的这个点是比什么 AB 的这个点来得高嘛。你看，这跟前一张的点位高低有没有？虽然它在这边是重影点，但它对应出来的啊，从 AB 的水平投影哈、啊、，AB 跟 CD 的水平投影，虽然是交叉的重影点了哈、啊，但是它对应到的直立投影是可以看出来是有两个点。那显然 CD 的点会高于 AB 的点，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从上往下看，虽然这个是重影点，但是是谁会遮住谁？CD 比较高嘛，所以 CD 会遮住 AB 嘛。我从上往下看的时候，这个虽然是一个重影点，但是我会先看到 CD， 那 AB 其实是被遮在下面，懂不懂？这个叫可见性。这种概念我们以后到平面的时候也会用得到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那同理呢，在直立投影这边有一个重影点，那它对应下来到水平投影这边一样有两个什么？有两个点。那这两个点呢，显然是 CD 比较离 AB 什么更靠近观察者嘛，所以当我眼睛从这样观察过来的时候，我是先看到什么？虽然它在直立投影是一个重影点，但是我其实是先看到什么 CD， 再看到 AB 的，好，类似我们刚才那个一样的概念，只不过这个图画的比较粗犷一点啊，比较看的比较好像比较有看到那个遮住的那种感觉啦啊。像水管遮住水管一样嘛，对不对？啊、哦，类似这样的东西。来，八字是你们先看一下。他说，已知直线 AB， 然后呢，对直立投影面的倾角贝塔是等于30度，那要做出另外一个投影图。好、哦，但是八字是它其实是有 AB 两个图，有没有？啊、哦，有 AB 两个图。那 A 图当然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哎 ，A 图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类似我们上一次上课这样，啊，已知一个倾角阿尔法，有没有？然后呢？给你三个已知点，然后要求另外一个点，那这个是一样的概念啊、哦。所以它现在是贝塔，那贝塔是对直线对直立投影面的夹角嘛？那阿尔法是对水平投影面的夹角，所以阿尔法等于三十度，它给你是两个水平投影面的夹就是一个水平投影面的线段，然后一个直立投影面的一个点，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类似利用直角三角形法去找出另外一个点。那反过来，如果今天是贝塔呢？有没有？我们八字式就是给你一个贝塔三十度，然后呢，给你 A 跟 B 的直立投影，那还有给你 A 的水平投影，但是要你求 B 的
水平投影，那当然也很简单，就利用类似用直角三角形法就可以做出来，对不对？好，这个问题，这个你可能会有点问题，回去看一下讲义。来，这个第一个，这个就对应它了啊，八之四的 A， 那八之四的 B 呢？反过来哦，它是给你两个水平投影的夹角，不是夹角，两个水平投影的点了啊，然后一个直立投影的点，但是它现在是给你贝塔，哇，阿基先，变的，反过来用嘛？怎么反过来？有这么好反吗？因为我们这个夹角都是对应，有没有？阿尔法是这个直角三角形法，必须是画在你要求阿尔法必须是画在水平投影啊。要然后呢，贝塔是要画在什么？贝塔要画在直立那个，因为啊，贝塔是假设你如果直立投影这两个点知道，你可以把这个三角形搬到直立投影这边去画嘛，对不对？那现在按照八之四的 A， 当然它是给你两个水平啊，这是直立投影知道了，所以你把这个贝塔画到这边来，然后把它画出来就可以会画出什么？去画出差的水平投影。但是今天如果是给你这两个点啊、哦，给你这两个点，还有其中一个 A 的点，但是是给你贝塔，那怎么办？你的直角三角形法好像就不太能够用了啊、哦，所以这个时候要稍微变通一下啊、哦，所以先跟你们讲，好，这个是它的解法。看一下，基本上还是跟这个立体图有关系啦，啊、哦，跟这个立体图有关系。你看一下它立体图，我这样画你有没有看得懂？还是这个立体图，但是今天是给你水平投影哦，是贝塔，对不对？但是你给你水平投影，然后还有一个直立投影。那我们现在把它画成这样子 ，in order 去找出这个 B 的点。这个类似哈、哦，类似我今天，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贝塔这个已知点，已知的这个夹角嘛，好，那这边基本上还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对不对？哦，还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好，那我们今天现在知道的不是这个哦，哦，不是水平，不是直立投影。如果知道是这个的话，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平移过去，翻过去就对了嘛。好，但现在这个不知道啊，那怎么办？那我们现在翻另外一面啊、哦，翻另外一面，就是说，好，这边有一个 delta x， 对不对？哈、哦，这个 delta x， 你看这边把它对应下来。这边反正这边就是一个长方形嘛，那好，那这个长方形这边其实可以连过来，所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什么？这个这边就是这边的直角三角形了。但这个方向位就是它的方向有点不对了哈、哦。我们接下来意思就是说，好，我现在画大约画啊，可能有点手会抖哈、啊，所以尽量画。这样有没有看得出来？这个有一个直角，就是画这样下来，然后这边有一个直角三角形。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直角三角形，类似现在这个直角三角形不是往这边平移啊，现在这变成是往下，把这个直角三角形往下拉下来，然后呢再把它倒过来。那所以这边跟这边基本上就是类似，我们把它画成这样，这个长度跟这长度一样嘛？啊，这个长度是什么？这长度我们刚说 delta x 啊 ，delta x 是什么？就是前后嘛 ，a 跟 b 的水平的投影的前后嘛，所以这个就是 delta x 啊，有没有 ？a 跟 b 的水平前后，那你把这个直角三角形类似把它这个边把它拉下来，然后呢这边类似一个旋转轴把它倒过来，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一个大的直角三角形。好、哦，大直角三角形，那这边就 delta x， 那所以我怎么去画这右半边这边呢？好，反正这边 delta 知道，对不对？那你这半边怎么画？这半边的画法就是从这边延伸过去，然后呢，最后这个角度是30嘛 ，given 的是30嘛，啊、哦，是30度角，那你就把它画出来啊、哦，那这个基本上就直角三角形而已、啊。好，那画出来之后，画出来之后，这个三角形告诉我一个资讯是什么？这个地方的长度。
那这个长度是什么意思？这个长度就是这段长度啊，对不对？这个长度就是这个长度啊。那这个长度是什么？这个长度就是这个长度啊。所以我现在利用这样子图得到这个什么？得到这个长度之后，我从 A super V 这个点为圆心，用圆规画一条圆弧，以这个为半径，然后呢，从 B 的 super H 拉一条垂直线上去，然后跟圆弧相交，得到就是 B 的 super V， 有没有？所以这也是一个推理的概念啊，只不过你要先从直立投影图这样去推，才能够推得出来。这样子跟这样子，你从这立体图能不能看得出来？这立体图应该很清楚吧？你说这个角，因为这个角是已知的啊 ，given 的，它给你就是30度角。然后它事先题目给你的，你没看它题目给你的是什么？题目8:4的 B 啊，8:4的 B， 它是给你水平投影嘛，给你水平投影跟直立投影嘛。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另外一个直立投影在哪个位置啊？所以我们原先是原先的直角三角形法，像8:4的 A， 8:4的 A 是给你这两个点啊，这两个点给你，那另外给你这个点，那你要找这个 B 的 super H， 这个反而简单啊。为什么？因为从这个立体图，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一个直角三角形法，就是这边有一个直角三角形，我把这个直角三角形平移到这边，就这边跟它是一样的嘛，所以我等于是以这个 B， 以这个什么 B 的啊 A 的 super V 跟 B 的 super V 这个边就跟这个边是一样的嘛，跟这边是一样的。我把这个直角三角形搬过去这边画什么？画一个直角三角形。那画一个直角三角形好处是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30度了嘛，30度的话，那你又知道一个边，所以你可以画出这个直角三角形的 delta x 嘛。那 delta x 知道。那我们说过 delta 知道就代表你的 A 跟 B 的距离嘛， delta 就是在 S 轴上面的什么前后的距离啊。那我透过这个直角三角形法，我在这边做图做出来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去算出 delta x 之后，那这个 delta 代表的是 AH 跟 BH 的什么前后的距离嘛。那8:4的 B A 已经先给你的 AH 啊，那你就可以利用直角三角形法去得到 delta x， 你就可以算出很快就算出 B 的 H， 但是反过来8:4 B 就没有这样子啊，所以你就必须得再稍微用这个方式再去处理它啊，才有办法去算出它的什么，它的这个 B super B 在哪边。好，所以这个都是空间的概念而已啊，啊，只不过你要稍微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去分析一下、用一下自己的脑筋去分析一下，啊，去把它想办法把它推论出来。好，这个就是8:4的 B 啦啊，这边先，因为这题以前每次都很多人都有问题哈，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整理一下，让大家知道。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啊。